大家好，我是二哥。今天大哥又出门去了，然后喊我来把那个牛看一下，怕别人牵走了。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那个水我过不来，你过来。嗯，你过来。嗯，我不得骑你。来，我不得骑你，真的是。哎，去去，多去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剁椒鱼头，那条鱼有点中暑了，它已经死了。这道菜蛮开胃，大哥今儿又不在屋里了。Mm-hmm.